老师，你听说过电车难题吗？电车难题？很简单，一辆因故障无法停止的电车在铁轨上行驶，它强制要求我们做出选择，是为了拯救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，还是为了拯救少数人而牺牲多数人。没错，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人站出来，拉下铁轨的控制杆。而我只是自愿出来扮演这个角色而已。我没有恶意，也没有敌意，我只是单纯想……你说这个谁懂啊？快把爱丽丝还给我！嗯，你是？我都听他们说过了，说会长大闹一场，乱说一通，然后就把爱丽丝带走了。我那些话可不是乱说的。既然你已经被无名众神的王女伤害过，那你就应该知道。不，我不知道。啊？我们就是想把爱丽丝从你手里抢回来。姐姐，小唐，再说了，就因为接我兔子的威胁什么的，就绑架爱丽丝，格局也太小了吧？那种设定还不如我平时写的剧本大气，而且那些根本就无所谓。是吗？也许现在你们还是理解不了我，不过我也很清楚，我很难被人理解。前卫军，启动。哇，什么东西？太没品位了吧！确实不是什么常见的设计。外形不重要，如果不能被理解，那也没关系。